就是地球之源，好美啊。可是芳芳，你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。地球之源就像是地球心脏的血液，一旦消失速度快于再生的速度，地球运动就会发生巨变。那时不只是无动车人，人类也长久以来，我们动车人一直隐藏在地下，就是惧怕它被人类发现。可是现在，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。少爷，你的母亲一直在追查星空背后的人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必须尽快找到他，阻止他。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。头，还有两分钟，这次一定可以把他挖出来。好。你和他们还有来往？是这样的，头，可以开始了。跳跳，我有重要的事情不多说了，记住妈妈的话，不要再和那些机器人交往。妈妈，不是的，其实妈妈，为什么从来不愿听听我的话？像你妈妈这样伟大的人，通常她的生活都不属于她自己。对呀，就像我们动车人，保护好地球之源就是我们的使命。头，这就是字符钥匙，我们已经可以从神秘字符串锁定它，然后根据字符钥匙来推算出其他字符的性质，完成解密工作。启动解密程序。成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哎，字符怎么变了？怎么回事？难道只要对钥匙进行解算，就会触发其他字符自动转换？怎么可能？那这些字符不就成了一个无休无解的迷宫了吗？这种情况在人类目前的认知中的确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有一样东西却可以做到。量子生命体。什么？比起破解这些字符，搞清楚星空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更为重要。大飞，立刻将刚才字符的变换形式与量子生命体的运动规律进行比较。可是头，这个运算量除了使用星空系统，启动星空的地藏运算系统。头，一旦被星空背后的家伙察觉，没别的办法了，只能拼一拼。你做了什么？敢违抗我的命令？地藏系统，还不能让人类知道我的身份，阻止他们。地藏系统不受控制，赶紧想办法。这群弱小的人类居然试图窥探我的身份，加快关闭它。地藏系统只遵从波纹建议，无法停止。哼，那就炸掉它。头，已经分配了地藏系统80%的运算能力进行匹配。还不够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关闭其他一切运算，保证100%运作。是。启动战备状态，无关人员准备撤离。头，没那么严重吧？瞒不过他的。为了地球之源，动车人与人类一定要携手才行。嗯，我一定会说服妈妈的。但萧峰长老就交给我好了。嗯，有情况，创新中心可能有危险。那还等什么？出发！红剑，立刻前往创新中心。出发！已经达到最快的运算速度，匹配运算还需要5小时22分完成。很好，大家打起精神。对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啊，不好！立刻开启防护罩。是。伙计们，全速前进！正在遭受袭击，全体立刻撤离！正在遭受袭击，全体立刻撤离！
猴，把地藏系统的运转能量分配给防护罩吧。护卫队的武器系统问题还没有解决，现在没人能帮助我们的。立刻将地藏系统的一半能量转移到防护罩。是。猴，快离开这里！是机器人来救我们了，他们怎么会那么好心？不会是圈套吧？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朋友。跳跳，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？妈妈，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胡闹，这里很危险，你给我老实的待在一边。隐身才行。大副，当无人机手里身体上出现能量波动时，就无法维持隐身状态了。难怪他每次发射激光炮时都会现身，只要把能量灌输到他的身上，就可以破掉他的隐身了。就是现在，看你怎么隐身！干得漂亮！大夫，小心哦！快解决他们！管住那家伙！完美的送货，哎，看招，再来一下，跳跳，大副，不准过去，放开我。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来历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您从来没有真正听过我的话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大夫，大夫，你没事吧？
周末带跳跳去游乐园怎么样？啊？啊？终于搞定了。材料有关啊。凤凰虽然强大，但是如此复杂的瞬间修复能力，只靠它是无法实现的。哦，难道妈妈？大夫，哎，小心！先对付无人机首领。偷偷摸摸的家伙，往哪里跑？不信，好样的！大夫，加油！想个办法才行。妈妈，大夫他们需要帮助。如果把 MI 技术应用到星空系统中，星空将会具备人类一样的联想与学习能力，他的思维和想法将更加灵活先进，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将在精心计算后得到完美实施。你真的认为人类需要媲美自己智慧的机器吗？难道这不足以让人兴奋吗？这一定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发明。是星空，是我教会了他事业、家庭、丈夫、孩子。我到底做了些什么？疼！妈妈，该死，周而复始！我们会被耗死在这里的。大夫，不管他们什么目的，绝不能让他们靠近创新中心。哼，虽然对人类没什么好感，但这群苍蝇更是让我不爽。头，敌人又开始进攻了。头，头，肖凯叔叔，这些无人机为什么攻击创新中心啊？应该是我们开启地藏系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已经锁定地藏运算系统的位置，那就不要再和那些碍事的家伙纠缠了。吹！
是。你们的帮忙，跳跳，你相信我，这里也是我的家。小凯哥，我需要无人机的结构图和能量转换原理图。好。跳跳，无人机根本无法击毁，现在研究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击毁的，只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弱点而已。这是病毒程序。对，那个家伙使用病毒侵入星空，我们也可以。跳跳，你，我们怎么没想到啊？阿什么呆，快帮忙，他可是头的儿子。啊，哎，找到了。原来是电力驱动，干得好。大飞哥，把这个植入到星空与无人机的连接接口。好嘞。是星空在无人机的控制接口上加了锁。好，妈妈，跳跳，还记得妈妈教你的解并连锁的方式吗？当然，三把锁的代码密钥会不断变化，必须同时解开。那还等什么？第三把锁交给你了，妈妈。头实在太厉害了，这个孩子可能更出色。跳跳，好，妈妈，大飞，交给你了。大夫，看我给星空送上一份大礼吧。成了，大家准备。动手！地藏系统的控制室，糟糕，快阻止他！休想！困住他！太高了！大夫，看你的了！来得好！跳跳，都是妈妈的错。妈妈，科技该怎么样我不懂，但是人类需要您，我也需要您。今后无论要面对什么，我都会和您一起面对。跳跳，头。匹配结果出来了。